早上，现在在洗澡，然后今天戴的表呢一样是 DW 的，不过今天我戴金色的指，然后一样搭配九月份新出的手环，然后我被蚊子叮了一个包，应该也是去一些复古的乡镇导览。对，这次的行程重点都是比较复古传统味的行程。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农村妇人装吗？转一圈给你看看。你说我今天的农村妇人装如何？你自己问人家还要这样子？我问你说我的农村妇人装如何？不明白时尚这一块的东西，我们也不怪罪他啊。怪罪，欠缺学习，对时尚这一块没有什么太多的琢磨，好吧？我们是时尚的人。时尚。吃早餐。这里就有很多早餐。农村妇人的 pose。那里有很多早餐。我不想跟大家交代你有多浪费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也不想宣导浪费这件事情。我们要我别走了啊。人家穿蓝色，你也穿什么蓝色？哎，你学我好不好？学人精。我靠，没有时尚 sense 的人在那边。时尚。真的要吃哦。我闻到了。很酸吗？但是很爱喝，但它不太下去我，比较少。他盯着我相机看了很久。我说看你们那个确认你们干嘛？他网红了。没有说什么吗？我说实话。你就说我在介入私人生活。你觉得这谁会相信那种？为了年老的时候。你觉得谁会相信那种？南浔古镇。好靠腰嘞。要去坐船喽，请看。岸边的人们再见哦。飘呀飘，飘呀飘。啊，我们正好在他后面。前龙下江了。前龙下江，我的妈呀！你看你要下江了，哦，江南，江南。古代的人。飘呀飘，飘呀飘，飘呀飘。你们都吃了。船夫，他努力的摇船。你也在这里呀？岸边的人们，啊，看不到岸边的人们。吃不下，不是我。南浔这边大概逛到一个段落了，基本上他们以前是刘家的小庄园嘛，小花园、小后院。他们家。他们家的。就他们家。啊，就是他们家，然后现在被征收了，因为刚刚导游说富不过三代，有一定的道理，好不好，各位朋友？所以现在这边全部都是共产党的，是大中国的，好吗？刘家人已经消失了吗？我哪知道啊，刘家人已经不知去向，但是这个现在就变成一个观光景点，好不好？南浔小镇，为什么都没有我，古色古香的，有，但是因为你太黑了，所以你戴眼镜看不到。哦，你在里面，你一直都在。尝尝贪吃鬼要买月饼，
他在这里排队。感觉可以逛的小巷，就殊不知那是菜奇亚。然后我们从菜奇亚走出来之后呢，就迷路了。他一直在讲说他要吃晚餐。吃晚餐。吃晚餐。对，你的旁观，对不对？看到一个疯婆子在那边走来走去，好像喝醉酒这样子。我真的是不晓得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东西，真的，哇哇，哦，天哪，算了算了，我惨死了，我帮你们弄那个烤鸭酱，你看我的脚全是那个我那个酱，全部跑到身上了。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酒店，希尔顿 Hilton。欢鹏希尔顿酒店，但我觉得什么隔壁的建筑好像比较漂亮。哼，我们到希尔顿了，我把外套穿下车了，因为车上东西要拿下来整理打包了。这其实是第一天外套，然后我一直放在车上保暖，因为车上的气很冷。房间喽，最后一天跟王俊祥先生共度全宵，这就是连名带姓把我叫出来，这个有点隐私吗？八楼来不及，免费健康热早餐为你开启活力的一天。最后一天跟王俊祥先生共度全宵，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连名带姓叫出来。俊祥，快拿着，我要去开门。我在那边等你，我这样子拉回来等你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为什么要给人家看你房号几号啊？准备入住，打扰喽，请进。天哪，终于有点像样。是全灯了吗？怎么觉得？这有点，终于有点像样的饭店了。终于有冰箱了。只有你今天没买宵夜啊？真的。Let me see 有浴缸吗？有浴缸？你没有浴缸。我？你听正常一点讲话吗？吃不到早餐，各位朋友。帮我冰送了。但王俊祥可以吃早餐 ，because 他是大陆人 ，so。你靠腰。DW 九月二。Fuck you！ 干你啊！你那句狗说回去。哎、欸，你骂 fuck you 也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我说 fuck you， 我没有说。好好好好他敢去哪里啊？讲抱歉。哎、欸，不行，那你要讲抱歉。我没有，我说 fuck you。道歉。道歉。我说 fuck you。一样。哪里一样？一样。那你要，你至少改成可爱版的。先开个冷静。你至少改成可爱版的。干你娘！那还是一样啊。他说我你讲得好啊，中中嘛我你折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变很暗呢？你去。好了好了，我开个冷静。我开冷静，你去开那个啦。你这个没有灯啊，没有灯的、啊，在前面呢、啊。冷气是有开的啊，它只是比较无声，因为它很高级，所以它比较无声。有几度？25啊。那你干脆不要开算了。25有什么？你先让它凉一下，等下再调回来就不会。好啊，你走开，你走开。我已经调最大风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摩斯送风。OK， 制冷制冷。是，中文你看不懂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是暗的？刚刚这边有灯，有呢哦。
你在意点。What is your problem？喜欢我今天的农村造型吗，各位朋友？可是因为我的短裤哦，它常常会揪上来，所以我里面有穿一件安全裤。然后这件安全裤呢，时不时的就会跑得比短裤还长，让我有点尴尬。那为什么要穿安全裤呢？苏州香城希尔顿欢朋酒店，招商电话40087400088，住夜店是直播酒店介绍，服务周边美食，燃烧的蔬菜。那个，那大家面前脱衣服吗？我没有要脱，我在拆头发。趁我在后面忙拆头发的时候。后面有电影。怪你先去。Good。在线上的，我们动力。头发爆了吗？干嘛啦？这逼人家讲话的。发表感言。我讲完了，就他很烦啊，四天都在吵死了。他不好意思讲了，他这几天超开心的。又来了，来来来，我来讲，你别讲了，你讲了，你讲。因为很久没看到我，他超想我的。对，继续。我那个时候问他这几天有没有空，要不要一起旅行，他马上一口答应。哇，他逼人家说 有就快点讲。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想想说拜拜。拜拜。拜。大素颜的，天哪！整个就判若两人。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们现在这样，我们现在走下去楼下，然后看后就同团的认不认识。可是你不能穿一样的衣服，你要穿不一样的衣服。你想想的内裤花色了。你要玩这个吗？这包哦，点扣扣啊，这上，这假的吧？那在英国买的，真的好不好？这是什么？衣服啊，不然呢？这是什么？看你屁事！你为什么我的东西你都要敲？你要我不要再敲你的行李箱？这个是什么？你只有15分钟时间哦，不然我会破门的。如果说真的哦，学我，不要走。I'm on.